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到方舟生存经哦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们继续探索我们的潘多拉模组，我们还有很多恐龙没有发掘哈。然后呢，在去外面探索之前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今天呢老头看到了这个潘多拉模组这个作者的那个公告，他说呢，他要转售他的模组了他觉得累了他可能面临现实生活的困境没有钱，总归就是没有钱吧，我觉得。就是大家玩他的模组，但是没有人去赞助他，他可能觉得不好，觉得浪费时间，所以说他还是乖乖去上班赚钱吧。没有啦，这是随便讲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就是要转售了，然后这个模组可能会暂时停摆吧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那暂时停摆的话，我们赶快把这些恐龙全部都找出来之后呢，老头可能就要把潘多拉模组拔掉了，然后呢再装上神话模组。好，神话模组又胎死腹中了嘛？那胎死腹中，我们之前还有一些还没有看过的，我们可以赶快就是把它给玩过一遍，乱一遍啊！不然的话，到时候到后面又来不及，神话模组又被砍掉，那真的是很哭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这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现在我们的阿根廷挂掉了哈，那我们要骑哪一只去？我们之前的那一只。我们之前那一只狮鹫兽嘞，我们骑这只红色狮鹫兽好了，我们黄色不见了，黄色去哪里啦？好，我们去找一下新的恐龙。哇塞，各位看到这什么东西？充满霸气的蛇啊，妖秀哦，哦，加上这霸气磅礴的 PGN 就出现了，这不用想吧，这应该是。可以直接驯服吧，妖邪贵啊，吓死人啊！我觉得呢，应该是可以直接驯服吧，他应该不会攻击我吧？虽然他看起来像是蛇，又不像蛇的。哎，这太夸张了哦，这有点大只哦。你以为你在玩魔物猎人是不是？啊，魔物猎人啊！啊！不要靠近我，我只是路过的啊，林北只是路过了。boss， 有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要死我，我可以上去吗？可以耶，感觉好恶心哦，抓泥鳅，我看一下右键是什么，右键没功能，左键突击，你看我的坐骑，我居然是侧坐啊，我是侧坐啊，你太好笑了吧，我就这样侧坐的移动哦。太有趣了吧！它可以跳吗？不行。C 键 ，C 键跟 X 键都没功能。C 键、X 键完全没反应。它只有左键攻击而已。然后它的左键攻击呢，范围还蛮广的。打这次看看。哦，有咬死吗？好，一击必杀。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他来杀我了，他来杀我了，不要 ，no， 3900万，我一直在倒退撸啊，他打不到我，他一直被击退啊，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我死定了，谁来救我啊？哈哈哈。他是追不到我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我死定了！不要找我，走开！你走开！我想点一下攻击力，说，点一下攻击力好了。哦，有了1000亿多，1亿多打得赢吗？哦，死掉了，嫩。哦，还好我这个范围攻击广啊。利用这一招就把他干掉了，有没有？我卡住了，停止攻击。哦，我天啊，这就是黑暗蛇 BOSS。我觉得我应该直接放生，把它放在这里会比较好耶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我放在我们的那个驻地的话，这个 BGM 会太吵。哦，我不想要一直听到这个 BGM 啊。所以说我们只好放生他了，抱歉。这是我们的黑暗蛇，好夸张的黑暗蛇哦。
太扯了吧！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吓死人了！你看那个是什么？你看看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啊！各位兄弟们啊，我们又找到一样奇怪的生物了。不过呢，以防万一，我觉得我先下来观察一下，不然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滚！啊，自不量力一大堆。再见，麦来好吧。这一只我们之前有遇过吗？我们之前有驯服过这一只吗？还是没有？其实我有点忘记了。这一只我们有没有曾经驯服过啊？END 终结龙，好吧，驯服看看好了。它应该是 BOSS 类的吧？它不会攻击我吧？来吧，宝贝，您是我的了，不要咬我，拜托。嘿嘿嘿。成功了，一碰入魂，无语呀！有点卡，有点卡。右键，哇！他的 C 键这么屌哦，这么酷哦。不过声音有点太大声了，我不喜欢。C 键，哦，这一只好像真的曾经看过哦。哥是不是曾经看过这一只？完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完了，什么东西？哈哈，蝎子哥哥，抱歉，我已经玩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把你给玩腻了，你还是在这里好了，我把你带回家好了啦。啊，反正你也没 BGM 嘛，不会吵就好了，不会吵，帮你带回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目标要转移这只蝎子了哈。要修哦，这个什么鬼啊？泰克蝎子，你这个是奇形种泰克蝎子吧？应该可以直接驯服，你会不会咬我啊？拜托，求你不要咬我。你看起来非常的可口。哎呦，哎呦，别这样哦，乖哦，要乖啊！吓死了！超可怕的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呀，碎了，大成功！我来看看，哇，你看长这副德性啊，靠这么近，你会不会怕啊？看看他的嘴巴，哦，原来他有五根牙齿哦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嘴巴旁边还有两个小钳子。用来方便撕裂猎物，哇，我又变巨大化了，骑上去这个界限突破变巨大化这样子，他的左键攻击好像半月斩啊，右键，哦，他的右键是零延迟的速度，可以边移动边右键，啊，还蛮赞的 ，C 键呢？C 键跟 AKS 没有功能，那个是，我来看看，这个是精英的那个精英的迅猛龙，就也是一下挂啊，抱歉了，我实在是太强了，可不可以跳？不行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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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啊，这一下就挂了，水哦。水哦，呵，往生。OK， 我要把它放在我们家里好了。可爱的 CC， 它叫什么名字嘛？就是叫 TK 虾，那个蝎子，才讲的虾子，泰克虾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泰克虾感觉不错啊，有点饿了，今晚就吃泰克虾吧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啊，我们回来啦！看看前面那个紫色的东西了没有？啊，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恐龙啦！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有点偏远啦，啊，位于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快要接近暴风圈雪山的部分啊，这边就有一只紫色的南方巨兽龙。啊，刚刚老头稍微看了一下，的确是啊，再看一次是不是？
没有错，他的那个图案是南方巨兽龙，上面写泰克 Giga 哦，可是感觉他体型好小一只哦，这应该是迷你南方巨兽龙吧，迷你版的。好吧，我们前去抓他看看。来来来，我们大概飞一个旁边好了，不要惊动到他。哦，不知道他是吃什么的，我们稍微靠近一下好了，拜托不要杀我。哇，惊惊！哇，你看它这么小一只，啊，就可以把这个树给撞倒了，威力十足啊！轻轻一踏就地震了，啊，可见它多么的威力，多么的惊人，是吧？啊，到底可不可以抓？哎，没反应呢，大哥没反应呢，你不要咬我哦，我求你了。它难道不是吃这个吗？这个嘞？拜托不要咬我！哇哇哇！是哪个北七咬他？找死啊！白痴越狱，妈的吓死人了！应该不咬到我吧？哇靠嘞！哇，我那边雨暴龙啊！哎，他这边显示大金刚被驯服，是不是我们之前的那只金刚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哎，真的哎，我们之前的金刚就在这里。我们的好伙伴来救我了，您真是我的好伙伴啊！其实我把他们丢在这里，I'm sorry， 原来把你们放在这里是有用的。我靠，前面那只是什么鬼啊？我们还是不要理他好了。那只也太夸张了吧？那只就是嘟嘟飞龙啊，好不好？不要那时候肚子饿。我现在要想办法把你，哎，这不是那一只圣诞鹿吗？这不是重点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啦。有点吵。我们记得我们刚才在这个峭壁嘛，对不对？我靠，那边有一只金刚，先跑。要许我，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啊，对啊，在这里啦。我的尸体咧？啊，还在，还在，太危险了吧！我赶快把东西捡回来，干，拜托不要攻击，我可不想再重走一遍了。因为我想要抓那一只啊，不想把它杀掉啊。它刚刚我刚会被咬死，原因是因为它吃旁边的肉，然后我被波及到，你知道吗？它的攻击是范围性的啊。好，东西都拿了，先吃肉。他貌似不是用这个金色的驯服，我们给他蓝色看看好了。不要咬我哦，慢咬哦。呀，成功了！超级迷你男巨，这么小一只，我看一下，按错了，抱歉。耶，跟我身高差不多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小一只哦。完了，他要安。你居然要安？我有没有安可以给你啊？好像不行的样子、欸。我这里没有啊，我这里没有他的安，只要回工作台另外做。算了，先把他带回家好了。麻烦家伙，你害我要重跑，可恶！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继续找吧。我们就把这些金刚继续放在这里，也放他们。哪天有需要的时候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了。啊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，然后拯救我们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太棒了！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也是施救兽哈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它的样子有点奇怪，虽然跟我长得很类似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有不同之处啊，就是它会发电啊，它会用爱发电。然后呢，感觉好像就是潘多拉的东西。你看，又是泰克施救兽啊，这名字都要叫泰克就对了啦，全部都是泰克施救兽。然后等级125级，应该是可以直接抓吧？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来，应该是可以。哎呀，干嘛他直接喘一下咪？
有东西在咬他，是不是？他在抓什么？吃饭噎到吗？噎到啊呢？完了，他飞太高了，我这样怎么驯服啊？我有不祥的预感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得冒一下险了。他看起来是不会攻击的啊。这个感觉像是 boss 是不是？哎，不要咬我，拜托，不要咬我！啊啊！他不是吃这个蓝色的啊，可能是这个三项之力也说不定吧。他看起来非常的非常的，刚刚的头转过来了，不要！哦，他好像也不是吃这个。你知道我现在是在生死边缘吗？我的人生跑马灯都要跑几轮了。也不是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放错了、啊？可能是黄色的吧。林北在生死边缘的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？死定了！他刚叫了一声，吓死人哦！紫色的，那绝对就紫色的，没什么好讲啦、啊。一发入魂了，我不管了。有了有了，哦，好险！你知道刚刚那个头往我这边转过来那个表情多恐怖吗？好你家在啊！哦，这只感觉不错啊！右键，前爪攻 ，C 键侧爪，前爪，还叫什么东西？隔壁的不想活是不是？要不要尝试我的前爪攻啊？前爪900万，再吼啊！嗯。他们通通拿去做基金，我告诉你，就这只其实也还好嘛，就是外形比较帅气而已啊。他会不会俯冲啊？不过他成长倍率好高哦，成长倍率不错哎、欸，可他的飞行成长一次才加1%多而已，其实还蛮低的。看一下他会俯冲，会耶、欸，他跟一般的狮鹫兽一样有这俯冲的技能。俯冲的攻击其实通常都比较高啊，而且我这次大它大概 1.5 倍左右，蛮酷的啊。啊，为什么你自己那么乱走？来来来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、欸，这个就只是没有戴头盔的狮鹫兽，然后会产生发电作用啊，有产电的作用，然后这个没有啊，这感觉好像是啊，脸上塞了一坨屎在脸上这样，好吧？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 ，OK。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南方巨兽龙上一下鞍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威力是如何。不过我觉得应该也大同小异啊，好不好？那么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差不多也该到这里了哈。我们接下来可能下一集所有的恐龙都介绍完毕，我们潘斗拉模组就要直接拔掉了，我们要直接安上神话模组，把神话模组的东西也稍微看一看，大概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搞了。然后没什么东西可以搞的话呢，这个系列可就暂时先暂停吧。就这么的简单，好了，那我给掉 ，OK。那么如果喜欢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模组介绍再见了，拜拜。